家好啊，歡迎你哋嚟到互動塔羅喎。咁樣咧，新年咧又過咗啦，新曆嘅舊曆嘅新年都過咗咯喎。咁情人節又過埋咯噃。咁呢個時候咧，係咪大家都歸位啦，翻去工作上面一心一意工作咧？咁啊呢段時間咧，子欣咧都聽到有啲朋友咧就失業嘅，係啦，因為各種嘅原因啦，係啦，冇嘢做，或者已經失業咗一段時間，又或者已經失業咗幾個月咁樣啦，咁啊，但係咧，今日咧，我所收到嘅呢一個題目啊，互動塔羅嘅題目咧，咁就同工作咧冇直接嘅關係啦，係啦。咁我收到呢個題目咧，就叫做他愛我嗎？咁啊，其實咧，如果一路咧都有睇住我哋紫欣塔羅解的話咧，他愛唔愛我呢啲題目，我哋好似都有玩過。咁但係今日咧，我聽到嘅嗰一個咧就係話。所謂嘅他咧，其實未必一定要係你嘅情人，可能係你嘅爸爸或者係你媽媽，係你嘅家姐哥哥、朋友，甚至乎咧係你嘅老細、老闆或者係同事，咁因為的而且確咧，愛裏邊咧係有好多種嘅，有愛啊，或者係一種友善嘅愛，係啦，有愛亦都係包括咗咧一種嘅未必淨係朋友，就算工作關係上面嘅都係一種嘅。有愛嚟嘅，咁其實愛咧係即係涵蓋喺我哋人生嘅人與人之間啊所有嘅範疇裏邊嘅。咁只要你心目中咧有一個人，你好想無論你當玩下定係真係你同佢之間可能有一啲嘅問題出現咗，而你有啲困擾你嘅咧，咁就更加好藉住呢一個嘅機會，我哋去睇一睇讓呢個宇宙嘅智慧俾一啲嘅啟示或者啟發我哋啦，咁樣。咁所以咧，佢雖然唔直接同工作有關啦，咁但係咧都可以有關嘅喎，係啦，你嘅老闆或者你嘅上司，佢愛唔愛你咧？這個愛當然係好似愛錫啊咁樣啦。咁我希望你都唔會同你嘅上司有這個超出工作嘅關係啦，除非係大家都係男未娶女未嫁啦，係嘛？咁就因為另一個範疇，我哋都知道咧，喺辦公室裏面咧，又好容易咧係產生咗嘅三角關係嘅。咁其實亦都係因為咧，有啲人就講話因為咧日夜相對咁樣。咁其實嗰個亦都係因為人本身就係好需要愛，同埋我哋係真係愛喺我哋嘅同人之間嘅互動裏面係流動嘅。但係咧。好可惜，我哋由細到大咧，對於愛嘅學習係好少，而我哋咧係將佢擺錯咗位置，係啦。你可以一樣係去愛一個人，去下你可能係你上司或者係你嘅同事，然而咧你嘅同佢之間嘅愛係好單純嘅，係啦，咁都係可以嘅噃，係啦。咁咧，我哋今日這個題目就係、是。他愛我嗎？咁咧，而家咧，你就開始喺你心裏邊諗一個或者呢段時間啦，你同佢之間有啲拗叫嘅朋友親戚，當然亦都可以係你嘅愛人啦，係啦，或者係你嘅丈夫、妻子，或者係情人，朋友，甚至乎係你嘅寵物。都可以將佢擺落去呢一個嘅他裏邊，咁我哋咧都係如平時一樣咧，會出三隻牌，同一個時間咧，子欣咧就呼喚啦，我哋會嚟到睇呢個節目嘅而家及以後嘅所有嘅朋友嘅 higher self， 即係話高我以及咧。高靈，我一路都聽到高靈 ，OK， 好多有智慧嘅高靈嚟到咧，俾我哋三張牌，同埋俾我哋一啲咧係能夠啟示人心嘅智慧。一 A、B、C， 好啦，咁啊到咗揀牌嘅時間啦噃。他愛我嗎？諗住呢個題目，吸一口氣啦，吸氣呼氣係好重要嘅，我哋都知道。鼻哥吸氣，口呼氣。當你呼一口氣向前嘅時候，感覺下 A、B、C 呢三隻牌有邊一隻牌佢係特別咧，佢係會跳出嚟，好似 call 你一樣嘅。你硬係就會睇到佢，你硬係就會俾佢吸引嘅，就係嗰一隻啦。他愛我嗎？揀好咯噃。咁咧，我哋而家咧就開始嚟到睇下有啲乜嘢啟示與智慧俾我哋啦。好，揀咗 A 牌嘅朋友。他愛我嗎？這一隻呢是我們今天呢我想看埋是調轉的逆牌的，係啦。咁呢只咧就係一隻 moon 嘅調轉咗，
月亮調轉了、月亮這隻牌本身呢它是代表了浪漫關係的、月亮也都代表了陰性的能量，因為這隻牌裡面你看到呢它所有的東西、都是雙雙對對的，見不見到、是啦，是一對一對的，無論那個頭像啦、海豚啦、那個叫做狼啦、甚至乎是個 地球地球，係啦，咁所有啲嘢都一對一對，咁月亮咧本身佢已經係代表咗陰性嘅能量，即係話feminine energy， 甚至乎咧就係我哋嗰個光明同埋係陰暗，就係我哋嘅陰暗，亦都代表陰暗面，亦都代表住我哋嘅潛意識。好，咁樣咧，如果呢隻牌咧，今日我哋嘅題目就係話他愛我嗎？咁的話咧，其實咧我會睇到咧就係話你同呢個人之間咧冇錯喎，係有愛嘅存在，佢亦都係愛對你係有呢個愛嘅。咁但係如果你呢一段關係咧，你嘅期望係一段浪漫關係的話咧，暫時未係亦都未係到嗰個位置，有呢個嘅潛在嘅可能性。所以如果呢一段係一段咧，如果成為情侶而會變成三角關係的話咧，請你哋咧要臨危立馬啦。點解呢？因為咧宇宙之間咧係有法則噶嘛，你俾出去嘅嘢，你一定會收翻。你今日做咗人哋嘅第三者，明天後天總有一天你會做被人哋被第三者嚟到係侵入去你嘅關係裏邊，係一定會近乎係一定會咁樣樣發生嘅。咁所以咧我哋只係俾自己想要嘅嘢俾出去啦。咁所以咧呢個咧A 牌裏邊咧就係、是有愛，甚至乎係一種愛情嘅關係嚟嘅噃，係啦。咁但係而家咧就應該而家嚟講就未係，亦都咧展望將來咧要睇下你哋各自嘅 available 啦 ，availability 啦，即係你哋係唔係真係恰當係去成為一對情侶啦？如果唔係咧，喺呢段關係裏邊咧，大家可以由呢一個嘅浪漫嘅感覺而漸變成為一種咧兄妹親情嘅感覺，都係可以嘅一張牌嚟嘅。好了，我們看看選了 B 牌的朋友他愛我嗎？ Noah， 如果出這隻 Noah 的時候，我們看到這隻是一隻頭腦的牌來的，頭腦的牌的話呢，就是說其實呢如果直接咁樣樣答咗嗰個愛唔愛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好理性地對你之間同你之間嘅流動上面咧係有愛，咁但係咧你哋之間咧主要咧 Noah 我哋呢只係啦，有愛因斯坦嘅嗰一隻牌係啦，咁所以佢係代表咗咧我哋係好多嘅頭腦嘅關聯啊，喺你同佢之間嘅呢個嘅關係裏邊嘅，所以咧佢並唔係一段啊帶往愛情嘅關係啦，係啦，咁而大家互動之間咧，亦都係會有好多咧好多大家頭腦上面嘅交流啊，咁可能你哋係工作嘅關係係啦，咁我哋睇翻咧呢一隻知道者咧裏邊嗰個他愛我嗎呢一個嘅答案下來的話咧，我會話呢一隻牌係比頭先嗰只咧係係少嘅，嗰、那個愛係嘅流動啊係少嘅。咁但係咧，如果你哋係同事啦，或者係工作關係，甚至乎好似頭先講咁上司同下屬嘅關係的話咧，都係有大家的流動之間是有愛啦，但是呢它是一個 很 mild 的很淡淡的一個的關係來的，如果它是上司的話呢，它都會是喜歡你的，它是喜歡你的，但是呢你們之間呢大部分的交流呢都是流於呢頭腦上，因為我們知道呢愛其實它是一種感覺來的，係啦，咁所以咧你揀咗 B 牌嘅朋友咧，呢段關係裏邊咧係更加傾向咧就係頭腦嘅交流
係啦，即係可能大家交換資訊啦、交換信息啦，甚至乎係佢會交一啲工作俾你啊，咁大家咧都係咁樣樣嘅關係嚟嘅。咁如果咧呢個係朋友關係的話咧，咁即係話大家咧就未去到嗰個內心深嘅交流咯，係啦。咁所以呢一隻比頭先嗰隻咧嘅愛咧，可以話咧係少一啲嘅。好啦，咁我哋睇埋第三隻牌，揀咗 C 牌嘅朋友啦。他愛我嗎？我哋睇下呢一隻係咩牌嚟嘅 ？Brilliance 嘅調轉咗 ，Brilliance 咧，我哋知道佢本身嚟講咧係一隻咧都係屬於頭腦層面嘅牌啦。係啦，今次有咁咧就同埋咧係一個光輝燦爛，一個咧好正面嘅思想嘅一個一隻牌，一個狀態嚟嘅。咁即係話咧，你同佢之間咧都係有好多非常之好嘅交流。咁但係因為呢隻牌今日咧佢調轉出嚟啦，咁而家暫時嚟講咧係未去到能夠叫做愛嘅一個層面嘅。咁所以咧三隻牌裏邊咧，今日嚟講咧其實係第一隻咧，如果揀咗真係揀咗 A 牌朋友，應該嚟講咧就係嗰個愛嘅成數咧係最高，而呢一隻咧係第二，係啦，中間嗰隻咧就係第三。嘅 percentage 上嚟講，咁呢一隻牌咧，其實就會顯現到咧，你哋大家之間都係好 positive 嘅一種狀態，好正面嘅，大家嘅交流啊，各個方面咁樣。只不過咧，就係因為你哋嘅交流咧，雖然係好好啦，但係就未係嗰個咧向住一種咧更加温馨啊、愛啊嘅感覺嚟嘅咁樣。咁我哋知道咧，就係話。喺好多嘅靈修中心，即係所謂新時代 New Age 嘅靈修中心啦，又或者係教會裏面啦，我哋咧會見到好多愛嘅表愛嘅流動噶，譬如愛嘅流動咧，係我哋點樣會見到咧、知道咧？譬如就係擁抱啦，係啦，咁喺好多靈修中心裏面，甚至乎。教會可能會少啲嘅，因為始終我哋係一個中國人嘅社會啦，嗰個嘅習慣上面咧，唔會係咁容易咧，就去到表露出嚟嗬。咁但係咧喺好多新時代嘅中心裏邊咧，我哋會見到咧，大家都係比較個心靈比較打開，所以咧我哋願意去表達，亦都願意去俾出好多嘅感情。亦都即係咧，當你係正面嘅時候，你嘅感情係正面嘅時候，無疑就係愛啦咁樣樣。咁而呢只譬如我哋今日嘅第三隻牌咁樣樣咧，咁係會顯現到，我會睇到嘅咧就係咧，可能今日問嘅朋友好多都係問緊一啲或者係職場一啲嘅關係啦。咁真係男女朋友之間嘅關係咧，亦都會有呢種感覺嘅。就係、是當你嗰兩個人之間咧，未係真係一種去到愛嘅關係咯，仲係好頭腦，即係頭腦，即係話咧可能佢喜歡你係因為你靚，係因為你做嘅嘢係啦，無論靚就無論係男定女嘅靚仔靚女嗬，又或者係因為你嘅工作係啦，又或者係因為你嘅某一啲嘅才華嗬，嗱呢啲方面咧都係頭腦嘅。係出自於頭腦嘅，咁如果咧真係去到愛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係純粹嘅一個感覺。咁但係當然啦，你話哦，因為你做某一啲嘢，而佢慢慢同你相處落嚟啦，慢慢向你產生咗某一種嘅愛嘅感覺嘅時候咧，都係可以。可能會係向呢個方向嘅咁樣，咁但係咧呢一種即係話一開始係因為你做某一啲嘢，又或者因為你嘅外表咧，呢啲咧其實開始嘅原因咧都係基於頭腦嘅，咁似乎咧呢一隻牌亦都代表咗咧係一個
咁樣嘅類同嘅狀態啦，咁更加加上咧，佢係調轉咗出嚟嘅時候咧，咁就暫時會睇到嘅就係話，暫時嚟講未去到一個能夠叫做愛嘅關係，但係咧關係係好，係和諧，亦都係正面嘅，係啦。如果你有興趣，你想，你有心將呢一段關係帶到去一個更高嘅層次，甚至乎去到咧能夠互相係都愛對方嘅層次層。面咧其實係可以嘅，咁我會睇到咧就係今日呢三隻牌裏邊啦，係啦，第一、第三隻咧都係有好大嘅可能性啊，係可以將呢段關係帶到去一個更加更加多嘅愛嘅層面嘅。咁樣，咁唔知道頭先嘅三張牌咧，對你哋有冇任何嘅啟發啦、靈感啦咁樣？咁無論你哋有沒有都好啦。咁愛對於我哋嚟講咧，對於我哋嘅生命嚟講啊，的而且確咧係好重要嘅。所有嘅物件、所有嘅事情嘅發生，其實都源自於有愛。如果冇愛咧，我哋就會抑鬱啦。抑鬱嘅人係點㗎？就會瞓喺屋企，咩都唔想做，甚至乎係唔想起身。當我哋咧心靈裏邊咧係缺乏愛嘅時候咧，我哋會冇動力啦，好多嘢都唔會產生。所以咧喺呢一度，基於呢一個嘅題目嘅之下，我哋嘅總結咧就係想亦都提大家啦，愛既然係咁重要嘅時候，我哋都知道，我哋每一個人心裏邊，我哋自己心裏邊都係有愛嘅，冇愛就唔會有我哋。咁既然係咁嘅時候咧，我哋就多啲由自己出發，去將呢一個愛咧，係去帶出嚟，帶去你生命嘅每一個層面裏邊，即係話由我哋自己開始先啦，我哋都唔需要等別人咧，或者問別人愛我哋定係唔愛我哋嘅，咁我哋能夠愛別人咧嘅能力咧係我哋每一個人都擁有嘅，咁所以咧讓我哋主動一啲，將更加多嘅愛係喺我哋嘅生命裏邊係送出去嘅。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再見。